是刚刚列车上的111年3月18号，7:07准了。6:33，所发射是2234瑞龙发射，将三线开往下翼。再用7:72圈的，以及2031进站喽。7:36发射将好，现在910了，区间快测。射一来了，射一次。拜拜，射一次，台东发射将换东线。还有树林的，由山林行驶量每组3002匹，电豆腐等于新能级这样列车，在。7:07已经通过，然后刚刚那边是2034九发的叫海鲜港单换的，因为预测小船没人走，用910区间快测续个，那现在进来是21844加一发车，就看到基隆的 AM820-819为小船了，那这边是2434瑞王发车，然后看一下，加一，用7:07028圈的，这个我看这些吗？